6月15日某综艺节目第六期的主题是人生没有撤回键，题目用撤回键的比喻关注人生中的选择，进而诠释了不念过去不畏未来的精神。节目中嘉宾胡彦斌首次回应删微博正与郑爽无关，张馨予则发表爱情宣言，不相信男人相信爱情。胡彦斌曾因发出一条每次说出去的话都特后悔的微博又迅速撤回，招来网友各种解读，更是扯出他与郑爽的种种过往。胡彦斌对撤回键这一话题可谓深有感触，本期节目中他一上场就被张绍刚笑称为渣男，对此胡彦斌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继续加码自黑颜值不够才华来凑，并推导出自己的音乐受欢迎的原因是没有尖叫声，所以十分动听，引得全场大笑。说起撤回事件，他首度澄清与郑爽无关，一场误会却截图已保存，莫名上热搜，有段时间自己都陷入了怕误会不敢发微博的境况。但面对争议，无论对于经历还是感情，胡彦斌霸气回应，我的人生不需要撤回键。